晒衣服，开始做饭了。啊，擦点小米粥。小米粥。对。早上喝粥行。啊，早，擦点小米粥，煮点鸡蛋。煮鸡蛋呢？嗯，煮点鸡蛋。行。啊，早晨愿意吃啥就来点啥，随便。包装挺好。嗯，包装挺好。哎嘿，没有打的。一个打的都没有。嗯，挺好。啊，这有笨鸡蛋的，这是这么小吗？笨鸡蛋都不大，像我家那小鸡下的鸡蛋也不是，啊，这挺大。这都挺小啊。嗯，好嘞，我这一锅再上点水。我三姨不是经常三个锅一起忙。哎，这好整，来点苞米。这得扒开呀，这苞米。啊，得扒开。它这现在属于半生是不是？半生半熟的那种。这个几乎就是没熟。啊，嗯，再煮20左右分钟吧，这苞米就大了，完了它也好了，这就稍稍焯一下子就熟了。啊，对，嗯，这苞米质量不错，就瞅着色就知道，颜色挺好，挺正。啊，煮几个尝尝。早餐咱们吃这个正合适。嗯。开火了，三姨夫。开火。20分钟、哎、完事儿哈。20分钟。嗯。出阳光了，暖和了。今天这雪在化了。今天这雪哈。对，你们到处都有化。嗯，我三姨夫又周棉被。啊，对呀、啊。又把这菜扇开。那是，你看这被，都是堆这儿的。对，留着哪天再扇的好啊。晚上还得晒着。对，晚上肯定得晒。看看这菜。妈，你看看我三姨夫这菜。这多少层？对。这太有意思了。还有一层膜呢，你看。哎呀，这里小绿的。嗯。看看，这小香菜一点都没动呢。就没事儿。没事儿，啥事儿没有。没事儿。那可以。真好。这边是臭菜，对吧？啊，还有臭菜呢。喝的水。没事儿，哎，搁那。不是，往下喝点水，这个也干。啊，我妈说这土里有点干。哎，往下喝点水。啊。这歇呢，喝着。妈呀，还真挺好。就没事儿。哪动啊？没点儿没动，你看那白菜都没动，还没动没动。这箱子不比它扛动吗？那是水萝卜菜，上还有水萝卜菜在那儿啊。那头有点，这不是这个，有点黄叶子捂的。看我三姨夫种的更全了。嗯，你看妈，你说咱们家都啥也没有了，你看用我三姨夫这个哈，这真好。不干，不干是吧？不干，它下完雨以后，我们高家干的不行。这个膜上也有那啥，也有霜。这是小葱 啊，生菜葱。那就拉倒了，那也没啥玩意儿。现在十字用不用？人家这个小葱三姨夫来年还能往出长呢。能，这能冻死没事。那两拢工是毛葱，那不是干啥的吗？啊，就光这干扣子，它缓过来就算了嘛。对，那时候你看这都没事，这都能缓过来。能吃，都生成这样能吃。啊，那这生的能吃。缓过来了，明天就能吃了。对，没事。那时候没事。不是毛葱，你过两天暖和了就能出。种这小葱不都头点种吗？啊啊，你说小葱。冻死像白露葱，开春发。我这个就是种的白露葱。白露葱。哦，三姨家这小院。哎呀，没事儿。这个棚里这个是最好。是耐磁的。对，就这棚里这个没咋地儿。这磁干啥呢？这磁我盖双倍。啊，这次的为啥该送回？这次这个你说是冻白瞎了，对，都那么大了。这个我就没寻思，这个就来年它缓过来正好这小箱子。嗯呐，不是，人家这个也得冲阳。对对，这边这不是不靠阳光吗？这边正好冲阳光。看这小阳光一这么照射过来，它就动不了。这段时间暖和，没事，就最冷时候挺过来了。你等这过段时间暖和就没事，就好了。这是冬天这用劲不使，夏天这块使，这个洗漱盆啥的，对，这洗手盆洗个东西啥的，这俩搁来，那个砖是浇地使的，那个，这三个啊，这个，对，那个浇地使的，浇园的，冲能院刷能院的使。冬天就不能刷了，冬天得上冻。对呀，这浇不着。早上好，朋友们。那个我们出去溜溜去了，溜达溜达，领我二姨看海游去。对，上海边了，看海游。走，一会儿就到。离家近哈。嗯呐，找我吧。行。咱好像住六铺。你就
出发了，我们出发。六户人家，那这顶电梯。我看这姐仨在后边唠呢，你瞅。这顶物业可好了。我说这姐仨唠的出汗了。行，戴着点帽子行。嗯呐，戴点帽。妈，你那帽没拿吗？拿，我拿了。嗯，拿了。这不这儿呢吗？绑着。出去不戴了点啥？戴帽还真挺好看。哎呀，妈，你那帽子到了不到没取啊？没取，今儿不冷。啊，明天再取啊。给我二姨换，那天小胖也给我买一个，买一个是那个什么的，是那个米色的，是啥色的？嗯但是买的时候还有啥色的了，妈忘了。好像。嗯，我妈说相中这个色的。行，你妈带个粉的行。行，挺好。这色不新鲜。你要不你要这个？妈，我不要。你俩换。有粉的我没拍。我不要。你再以粉银老配个粉帽子，正好。正好。每年没用戴帽子呀，哦，不用。今天这不是冷吗？今天这不这两天冷点。帽子拿下来就行了。嗯，对。今天冻怕了那两天。对，那两天冷。那天一下冻怕了。你看今天暖和了，外边都那啥了。暖和。外边都那个，你看。还有点假阴天呢，要不更暖和。这边正常天就这样，大嫂。啊。有没也有晴天啊？啊，就是这种天比较多。多，对。嗯，这种天多。你说晴天的时候就是比较意外，那么今儿出点阳光，嗯，行，这天适合照相。这天啊，不是晴天照相好看吗？晴天太亮，这眼睛睁不开，有时候。咱们今天出去多照相，我负责给你们照，给你们姐姐好好照照，连我三姨夫你们姐仨。照着，等我回头给你们洗出来。对，留着。这个海门大桥1:30的时候，它就中间有一块地方提起来，完了之后底下跑船，因为那个船高，这个据说是1987年建的这个船，跟我一样大，海河就是这个位置，完了能提起来哈，对对对，海门大桥，嗯，我老妹儿把车停那边了，我们在这儿走一轱辘。我们到这儿了，但是那块有个门不让进了，不让进，进不去了，进不去了，太滑了。嗯，在这看看吧。这真是多漂亮啊！嗯，妈，嗯，是不是第一次看？头一回啊，头一回看着是不是？啊，他都搁边上不进当劲儿哈。不是，他这不有人喂吗？计时，啊，你看看，我能上回来，来的晚了，他就走了。1:30，看人准专人有人喂食，啊，海鸥知道点儿，他就都来了。啊，来晚就走了，对，海鸥就走了。一会儿喂完了之后，人就飞了。啊啊，吃饱了。问一声啊，海鸥。下一句是啥了？不会，我是不会。我老妹儿还来一句，下一句我也接不上啊。下一句是啥了？不是哪个电视剧里的了？不知道，我对歌不行。啊、然后要不你大哥们，不准还能知道。这什么来着？我大哥肯定能接上。对不住、嗯，我查查啊、哦。我老妹儿先查查。哎呀，我跟我妈俩是第一次看海鸥，连海都是第一次看。咱们不喂它，它也不过来哈、啊。它不往这边飞。嗯。彩云看海鸥。搜着了。嗯。琼瑶作词的，这是琼瑶剧，这是。古月作曲，高胜美演唱。好像这歌应该是可多年前的老歌了。对对对。嗯。听听。来了。就这句，你唱就这句。啊，还是这个。不会唱，我老妹儿就会这一句海鸥。行啊，一句也行。啊，咋样吧？挺好。我进来了。面包喂海鸥的。那个，他们很多人都从这个门这块过来了。近距离的接触一下海鸥。这个面包是专门卖喂海鸥的。这边海鸥多。这边不但海鸥多，这边人也多。
没拿实啊，他不过来呀、啊。我自己拍个照，你转过来。隧道是啊、嗯，哦。请注意，出隧道后100米，靠左沿当前道路行驶。我老妹儿这技术不错，开车技术，开的啥？开的稳。这都虾池子，啊，这是养虾的地儿啊。嗯、你说我在还行，稻田地。这哪有稻田地？养虾的。这一天这可咋整？那些跟我家的稻田地似的，但是比我家大多了。原来是养虾的地儿。嗯。妥，就停这儿，就停这儿了。嗯，跟我米去。嗯。下车，这回上海边儿。嗯。哎呀，这个上个跟的拽住了我二姨，拽住了二姨。是，你看有雪吧，都比那个什么那个板儿强。对，那个板儿可光了。走，咱往那么去吧。啊？这边呢？这是飞机。啊。能看着飞机。看看这能不能进去不知道啊。看看呗。好像拦着呢。到哪儿哪儿拦着，这是。是不是这个时候它就不是上海边来的时候哈？不是看海的日子。对。看完海鸥，看海。这个不是太大的大海，这儿啊，小海就行了。我们看个小海就行。不是那个哪儿博物馆有大海？博物馆呢？啊、嗯，也有。这家可倒好，这么大的海边就我们几个人，这家真宽敞了。这不是旅游的时候，真的冬天来看。省得挤挺了，对，咱管那事儿呢，管他啥时候呢，能看着也行。太大的大海都看不着那边儿，你就是大海、哦。啊，这还能看着对岸那块儿。夏天的时候，正经的大海。这有时间的话，你上大连，看不着边儿。让你大外甥接待接待你。夏天你二姨走不出去。夏天完我哪有时间？那你看，挤着。这还真来俩人。这不这有俩人儿。有俩人。那块还有船，那块有人儿。那顶上有人儿、那有人儿，那咱往那儿走走吧。走，咱夏天也是上那儿去了，好像。啊，你不冷吗？上我不冷，二姨。没戴帽子呢。不冷，溜达溜达呗。就从上面走。就从这儿走吗？妈，就从这儿走，从这儿下。涨潮就涨到这顶上。涨潮啊，涨到这顶上。我二姨别累了。你再给他整个迷倒了，再给他甩了。我们这几个人，你说这家冬天来看海是别有一番情趣哈。冬天的海，冬天的大海，夏天也这玩意儿，夏天也这样啊，夏天也这样的，嗯，没有啥变化，就是天气，对，就是天气有点变化，对。咋的？不往那么去了？他这走，又来回啊。
你说我老妹儿冷啊，我下去看看。行啊，搁这站着，我先这个去了。没事儿。滑呀，大嫂啊！这上不滑，真不滑。可冷去了。哎，我蹲得像三姨，没事儿。恶意拔了点儿。我要站着下去，他们害怕。行了行了，夏天落不着来，冬天来看看。呀，挺凉快，挺凉快。还行，还行。啊，行，上去吧，在这底下他们直担心。你上西湖，那个司机讲话，聊聊西湖的水。聊聊。还有一套嗑呢，这家伙的。聊聊这海天津的水。大海的水。上来吧，这就是海，那这就是海吗？把杨小胖给我和你，对，照相了，忘照相了哈，照相，来大海不得照相吗？照相，搁这口罩摘了，口罩摘了吗？等会儿的，我这嘎子好看，这嘎子有个太阳，有一个帽子摘去都照吧，不用，我二姨不用摘，二姨不用摘，嗯，我这还拿一个杆，来来来，给我，没事，不用，给我，我拿了，不用，给我，哎，哎呀。好好看了，有点感觉像夕阳西下。头发有点炸着，刮的。啊，戴帽子那什么起静电了。起静电了。野鸭子呢？哪有野鸭子？一二三。啊啊，看着了。茄子。来，这么的。妈，把手伸出来。不用伸了，你别伸。这我妈的手。一二三，一。哎呀。一会儿给我三姨夫也照一个，让他姐仨照一个。来吧，哎呀，哎呦，瞅我老妹儿，这下这大雪壳子揣里去了。来吧，你上吧。哎，回头我给你洗出来。对，照这个太阳。哎，照出来挺美啊。挺美。你们仨再稍微往前站一站。哎，好。好，不要烧烤，还禁止烧烤呢。啊，没烧烤。二姨，我给你单照一张，来吧，给你阿姨单照一张。你看我老妹这家累坏了，你瞅瞅这。我妈不说不让给照吗？这好好给他们照照哈。好好给照照。我二姨也不换个姿势。我妈就是千年不变，就在这一站，就得你转悠，你来回换了，是不是？他换，他不动啊。行了，明天上那个博物馆照，博物馆那景可好了，那块儿啊，里头，海鸥也看了，然后海也看了，回家呗，咱们一会儿。那就行呗，挺好，挺好。照出来挺美，有点黑了。